今天是5月3号，终于在5月4号之前完成了自己的愿望。在 Crystal Spring 的蓝 T 台，也就是专业发球台开球，打到了95杆。下面请大家回看一下4月13号那天我做的视频。两天前在朋友圈里面发了这条消息，犹如石沉大海，完全没有人感兴趣。吹牛逼也要有个谱嘛，这东西你也能信。今天是4月13号，这是我今天打的成绩，我打的是蓝 T， 也就是专业的发球台，今天是108杆。从今天开始算起，三个星期之内，也就是5月4号之前，我要把杆数从目前的102杆，开球区是蓝 T 或者专业发球台，球场一定是难度非常高的 Crystal Spring， 减5至10杆，也就是要达到95杆或以下。今天三个星期还没到，目标已经达到了。如果你在打高尔夫球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，长期不能解决的话，说不定我可以成为你的一个选项，帮你发现问题，找到解决问题的最简单的方案，让你能够更享受高尔夫球的乐趣。我不需要你做长期刻苦的训练，如果我可以提供解决方案的话，几乎可以在你第一次尝试中就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。我说 Frank， 可以通过视频或者在球场上见。